一年一度的桃园闽南文化节，今年压轴大戏请来义阵大汇演，6月22号、23号一连两天的精彩演出，除了传统龙狮阵，还跨领域结合客家、少数民族舞蹈，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，有可能不只是我们闽南文化的东西，也还有别的国家的一些文化的技术的东西，有点像是用西方的语言在讲我们东方的故事，这样的概念去做这样的设计节目。全新编导，全台首演，结合华丽舞台，将百年传承的民俗技艺以创新跨界数位科技的方式，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觉享受。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震撼的这个汇演活动。那现场除了安排传统的民俗市集之外，也规划特色体验活动跟美食飨宴。去年斗阵三获得美国缪斯创意大奖活动类最高荣誉的铂金奖，今年会带来什么样的文化飨宴，千万别错过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